材料清单，牛油果一个，番茄二分之一个，鹌鹑蛋六颗，盐少许，橄榄油一小勺，柠檬酱油沙拉汁二勺，黑胡椒颗粒少许。牛油果切开去内核，取果肉切成小块，番茄去皮去籽切成丁，鹌鹑蛋煮熟去壳，对半切开，加入少许盐、橄榄油、柠檬酱油沙拉汁和黑胡椒颗粒拌匀即可。小贴士：柠檬酱油沙拉汁超市有售，也可以自己用柠檬汁、生抽、白糖和少许芥末调制。挑选牛油果时，尽量买青色，捏上去硬硬的，这样比较保险。回家放一两天，颜色即会变成深褐色，捏上去手感有些软，这就是最适合食用的时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